荒唐的时代，这是一个辉煌的时代，辉煌要比荒唐更辉煌，辉煌要比荒唐更荒唐。翻开了历史，从人类的瘟疫史上，从来没有瘟疫经过三年的。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了，我只知道翻开了中医书籍，所有再困难的事情也不过是如此而已。为何搞得这么紧张呢？现在大家都迷信着海外的东西，迷信着鬼子的东西，鬼子东西有什么好，我就没感觉出来。搞点生姜大枣汤、麻花汤、石膏汤，去退退热、去去烧不就好了吗？用点针灸啊，吃点中药丸子，好的中药丸子不就行了吗？哦，原来中药是假的啊！原来那些医生，什么中西医结合的医生都是帮骗子，那你能治好病吗？对不对？一做药的人没了良心，那个药就没用了；做医生的人没有了良心，那个医术就是坑人，就是骗钱。钟南山这样的骗子，哎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来形容，因为我只是一个流浪的。想想这个世界啊，